你是左脚开立步，好，接下来开太极，一，双手慢慢上举，二，屈蹲，对手下按掌，三，微微右转，观掌，四，微微左转，招欢掌，五，回正，坐胯坐好，坐稳，好，六，慢慢的起，向左拨开，七，慢慢的匀，向上匀，向左匀，下。好，八，九，慢慢的起。好，这是开太极的定式。接下来上步打击，一，沉胯，卷脚，转腰，搭手，回正，交换重心，上，三，上步，四，弓步挤出。好，这个弓步要注意的是，你的身体的方位要维持正十二点。再来，你的脊，左手在外，右手在内，左手成横式，右手成直式。好，好，接下来右琵琶式，一后坐，把手松下来，二身体向三点方向转身后脚，双手慢慢扬起来，三移重心的时候松右脚。双手也慢慢的坠下来，四上右脚成定式，琵琶式。好，这琵琶式注意点，身体要正三点。再来，你的右脚脚尖微微翘，不要翘很多啊、哦。然后你的左手护着右手，右手的高度中指对鼻尖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做揽雀尾，一成弓步，整个腰膨上去，二后坐转腰里下来。三，一样维持后坐步，转腰回来搭手。四，弓步挤出。五，转腰捧手。六，加一个云，加一个离，好，云，加一个离下来。七，转回来中间，然后搭手。好，八，挤出加一个切的动作。九，后坐双手慢慢欢掌引回来。十，慢慢转腰插掌。十一，腰转回正前方，分开手。十二，成弓步按出。接下来今天教的斜单边，一后坐，前手松掉，按掌松掉。好，二，身体转身扣脚，转很多，所以你要扣的跟着很多。三，移重心，勾手勾脚。四，沉胯转一点身，再上步。五，成功步定式，按掌完成。好、哦，好，这个叫前三边。接下来左右扳来，一，沉胯向前滑行。二，右手观掌后坐步。三，成功步回来抱一颗球。四，这个球随着身体的转动带到前十二点。三，移重心下。好，五，来上步还掌，停。好，这个定式停一下，好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停，好，维持后坐步，开立步。好，接下来开太极，一，双手慢慢上举，二，屈蹲，对手下按掌，三，微微右转，观掌，四，微微左转，招欢掌，五，回正，坐胯坐好，坐稳。好，六，慢慢的起，向左拨开，七，慢慢的匀，向上匀，向左匀，下。好，八，九，慢慢的起。好，这是开太极的定式。接下来上步打击，一，沉胯，卷脚，转腰，搭手，回正，交换重心。上三上步，四弓步挤出。好，这个弓步要注意的是，你的身体的方位要维持正十二点。再来，你的脊，左手在外，右手在内，左手成横式，右手成直式。好，接下来右琵琶式，一后坐，把手松下来，二身体向三点方向转身后脚，双手慢慢扬起来。三，移重心的时候收右脚，双手也慢慢的坠下来。四，上右脚成定式。
琵琶式。好，这琵琶式注意点，身体要正三点，再来你的右脚脚尖微微翘，不要翘很多哈、哦。然后你的左手护着右手，右手的高度中指对鼻尖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做揽雀尾，一成功步整个腰腾上去，二后坐转腰里下来，三一样维持后坐步转腰回来搭手，四弓步挤出，五转腰捧手，六加一个云加一个离啊，云加一个离下来，七转回来中间然后搭手，好，八挤出加一个切的动作，九后坐松手慢慢翻掌引回来，十慢慢转腰擦掌，十一腰转回正前方分开手，十二成功步按出。接下来今天教的斜单边，一后坐前手松掉，按掌松掉，好，二身体转身扣脚转很多，所以你要扣的跟着很多，三移重心多手多脚，四成胯转一点身再上步，五成功步定式按掌完成、哦、好，这个叫斜单边。接下来左右扳栏，一成胯向前滑行，二右手翻掌后坐步，三成功步回来抱一颗球，四这个球随着身体的转动带到前十二点，三移重心下，好，五来上步翻掌停，好，这个定式停一下啊，让大家看一下，好，停，好，维持后坐步，好好，好，起势，左脚开立步，好，接下来开太极，一双手慢慢上举，二屈蹲对手下按掌，三微微右转翻掌，四微微左转稍翻掌，五回正坐胯坐好坐稳，好，六慢慢的起向左拨开，七慢慢的匀向上匀向左匀下，好，八九慢慢的起，好，这是开太极的定式。接下来上步打击，一成胯旋响转腰搭手，回正交换重心，上三上步，四弓步挤出，好，这个弓步要注意的是你的身体的方位要维持正十二点，再来你的脊左手在外右手在内，左手成横式右手成直式，好，好，接下来右琵琶式，一后坐，好，手松下来，二身体向三点方向转身扣脚，双手慢慢扬起来，三移重心的时候收右脚，双手也慢慢的坠下来，四上右脚成定式琵琶式。好，这琵琶式注意点，身体要正三点，再来你的右脚脚尖微微翘，不要翘很多、哦、然后你的左手护着右手，右手的高度中指对鼻尖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做揽雀尾，一成功步整个腰腾上去，二后坐转腰里下来，三一样维持后坐步转腰回来搭手，四弓步挤出，五转腰捧手，六加一个云加一个离啊，云加一个离下来，七转回来中间然后搭手，好，八挤出加一个切的动作，九后坐双手慢慢翻掌引回来，十慢慢转腰擦掌，十一腰转回正前方分开手，十二成功步按出。接下来今天教的斜单边，一后坐前手松掉，按掌松掉，好，二身体转身扣脚转很多，所以你要扣的跟着很多，三移重心多手多脚，
四乘框转一点身再上步，五成功步定式按着完成。好，这叫斜单边。接下来左右翻盘，一乘框向前滑行，二右手翻掌后坐步，三成功步回来抱一颗球，四这个球随着身体的转动带到前十二点，三举重心向，好，五来上步翻掌，停，好，这个定式停一下，好，让大家看一下，好，停，左脚开立步，好，接下来开太极，一收手慢慢上举，二屈蹲对手下按掌，三微微右转翻掌，四微微左转稍翻掌，五回正坐胯坐好坐稳，好，六慢慢的起向左拨开，七慢慢的匀向上匀向左匀下，好，八九慢慢的起，好，这是开太极的定式。接下来上步掌击，一乘胯前脚转腰拉手，回正交换重心，上三上步，四弓步挤出，好，这个弓步要注意的是你的身体的方位要维持正十二点，再来你的脊左手在外右手在内，左手成横式右手成直式，好，好，接下来右琵琶式，一后坐，好，手松下来，二身体向三点方向转身后脚，双手慢慢扬起来，三移重心的时候收右脚，双手也慢慢的坠下来，四上右脚成定式琵琶式，好，这琵琶式注意点，身体要正三点，再来你的右脚脚尖微微翘，不要翘很多啊，然后你的左手护着右手，右手的高度中指对鼻尖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做揽雀尾，一成功步整个腰膨上去，二后坐转腰理下来，三一样维持后坐步转腰回来搭手，四弓步挤出，五转腰捧手，六加一个云加一个零，好，云加一个零下来，七转回来中间然后搭手，好，八挤出加一个切的动作，九后坐双手慢慢翻掌引回来，十慢慢转腰插掌，十一腰转回正前方分开手，十二成功步按出，接下来今天教的斜单边，一后坐前手松掉按掌松掉，好，二身体转身扣脚转很多，所以你要扣的跟着很多，三移重心勾手勾脚，四乘胯转一点身再上步，五成功步定式按掌完成，好，这叫斜单边。接下来左右翻栏，一乘胯向前滑行，二右手翻掌后坐步，三乘弓步回来抱一颗球，四这个球随着身体的转动带到前十二点，三移重心向，好，五来上步翻掌，停，好，这个定式停一下，好，让大家看一下，好，停，好。